没有人私聊我，一定有人私聊你，真没有，暂时没有，一定有人私聊你，真没有，我这搁这看呢，夸夸看，是惩罚，真没有，我不骗你，王八蛋骗你，行行，那我公布一下惩罚结果啊，给我们的这个老师一点时间哈，这个惩罚结果就是唱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错错，是非主流歌曲的排名榜第一名。在这样一个2016年到来之际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回顾一下非主流杀马特的这个辛酸历程啊，由我们的西大侠来进行歪唱，唱这个搜搜搜的歌呢，但是不要搜搜搜的词，唱一个别的，来一个马上我看到私聊了啊，行，就必须我唱呗，是吧？明白了，当然了，搜一下伴奏吧，好吗？是五月天的错错错是吧？好的，就是这样，是能参美的，是这个错错错好吗？干嘛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别给我整的你不了解杀马特一样，都是谁不认识谁啊 ？QQ 空间那么高级别，告诉我你黄钻几级了？给我装这个清纯，开始吧。16。你们这样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投票时间特别少，你们又是故意的，联合一起整我。我看着歌词了，我容易唱错啊。我开始啊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别摸我，没有用。我都不知道搁哪唱，我真不会唱这首歌。丫头美，奈何美色，美美又这样成大美腿。等会儿唱歌词呢？丽色，走了你快点，咋了美子啊？丫怪兽。我的牛马上到受苦的还是个美国牛，那谁呢？我唱到哪了？我都不知道哪句是哪句，这歌词太不人道了。哎呀，喝要不你来个越南版的吧？你越南吧，就是越南版的吗？刚才我唱了来个越南语的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我唱的就是越南语。我刚才那就是越南语，不是吧？那你没有唱我们给你发的那个歌词吗？是啊，宫泽发的吗？那我再来一遍吧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唱那个呗，这不还有音译吗？啊、挺好的，就是音译吗 ？Let it go， 我相信你。这搁哪唱啊？问题是这歌太难了。为啥是我呢？有桃美，奈何美心，美美又这样成大美腿。找个美国妞，空抱着脸色，走了你快点，咋了美子？呀怪兽，奈何美色，我的牛马上到受苦的，还是个美国妞，那谁那两刀对着你弹刀？谢谢。